大家好，我是彭少。我们平时搜索各种资源的时候，通常需要查找很多论坛，这样不仅耽误时间，保存常用的网址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万能的资源集合网站猎手导航。大家可以根据视频简介中的链接进入官网，看到界面上的分类，大家很快就能感受到它囊括的内容有多丰富。我们可以使用鼠标滚轮向下浏览，也可直接通过右侧标签栏找到你需要的内容。而且在每个类别里面还有很多子菜单方便大家筛选，比如在休闲娱乐里，除了各大视频网站和购物平台以外，还有其他内容，点击网站名称就会跳转到相应的官网。在资源分享里面也有很多特别实用的内容，比如软件工具，这里有很多我常用的软件查找网站，比如小众软件、无爱破解等等。其他的影视基地、设计大全、网络时代等，也是大家在日常生活或者工作中经常用到的。我们回到首页顶部，在这里也有一些技巧指南，比如如何下载各大视频网站的资源，大家可以参考里面的教程自己研究一下。除此之外，猎手导航还有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搜索引擎默认状态下是百度搜索，我们可以点击右侧的箭头切换为谷歌、必应等等，然后再进行搜索即可。搜索框上方也可以选择你要搜索的资源类别，比如搜磁力，然后在框中输入内容，点击下面的任意一个磁力网站进行搜索，也可切换其他平台继续查找，直到找到你想要的资源为止。这里除了可以搜磁力，还可以搜影视、搜网盘、搜素材等等，总之只要你需要，猎手导航都可以满足你。关于其他的内容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大家根据需求自行尝试一下。如果大家需要更多资源可以在我主页收藏夹或者播放列表里面根据分类进行查找，这里总有一款你用完了就再也离不开的工具。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先告一段落，如果喜欢我的暴力分享就请点个关注，我会在以后的日子里时刻相伴。你们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也可以加任何联系方式私聊我。如果有好用或者好玩的软件，也可以加群与大家交流互动。来日方长，惊喜不断，感谢大家的支持，再见。